我现在要不在咖啡馆打工，怎么会有味道？啊，辞职了呀？那是不是可以重新回来学习了呀？我要继续打工的呀。哎呦，打工打工又是打工，你才十几岁，你要打工到什么时候呀？二十几、三十几，到时候就后悔了呀。你说拿赢的钱给远远买不明白，这事要办成了就算，要办不成太难为情了。子宁是女孩子，书读不好还可以嫁人的呀。哎，人家都说了，嫁人是第二次投胎，那远远就不一样了，男孩子必须好好培养，学历很重要的。那你现在奖学金没有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你们把我出国留学的钱拿去给奖学金买名额了，你们在乎过我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、啊。你们口口声声的说啊一碗水端平，结果呢，在你心里奖学金就是比我重要的多，就是因为他是男孩子。哎妈，我想问你啊，你当初为什么要生我呀？没有我，你是不是会轻松很多？